尊敬的各位领导、老师、同学们，大家上午好！我是需要工程专业一级的本科生哈三，来自于非洲国家科穆罗，很荣幸今天能作为留学生代表发言。我的家乡被称为“月亮之国”，是个岛国，哪里有着绝美的自然风光，然而经济 稍微比较落后。广大人民尚未过上小康生活，人民对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印度洋中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上。由于技术的欠缺，目前我们尚未对南海里的黑金、蓝金实现有效的开发利用。